里卡多·雷耶斯是一名16岁的洪都拉斯学生，他在设法进入美国的路上失去了一条腿。8岁的拉米雷斯·拉莫斯在被送到美国后失踪。这两个事例说明了这些青少年移民在长途跋涉、穿越墨西哥进入美国的1个月的路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。他们常常没有吃的，还总是要躲避执法人员。雷耶斯独自一人上路。 希望到美国后赚钱寄回家。因为我想帮我爸爸，让他们摆脱贫困，修我们的房子，才去美国的。雷耶斯说，事故发生时，他在墨西哥设法跳上一辆行驶中的火车。这种火车被数以千计的移民称为“野兽”。他失去平衡，跌落下来，一条腿被车轮碾过。 拉莫斯的家人给蛇头$5000，把这名8岁的孩子送给他在迈阿密非法打工的母亲。他的姨妈拉米雷斯说，迄今他们没有拉莫斯的一点音讯。让人害怕的是，他们要孤身前往，因为有时就像我们家拉莫斯的情况一样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在美国了，或人贩子拿他怎么样了，我们一切无从所知。雷耶斯的母亲马丁内斯听到儿子出事后， 痛不欲生。现在儿子又回家了，让他感到一丝宽慰。我让他别自卑，别放弃，他必须要跟其他人一样，就像他以前那样。雷耶斯希望其他人能吸取他的教训。我要告诉他们，路程艰险，别去美国，很不容易。他们让你爬在火车上，不然移民官要追拿你，一路太不容易了。他回顾说，不惜受伤、被抢、被逮捕或更悲惨的结局，想方设法偷渡到美国，太不值了。美国之音帕登特古西加尔巴报道。